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我在吗？对对，嘿，就是讲我们之前就是有人在讲说那个浓姜汤哈，这样喝下去都对身体非常好。啊，我不知道就是老师对这一种的看法。浓姜汤很好，但是哈，但是你外面买的姜粉哦，大部分都不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啥？农药。你啥？外面的姜粉为啥不好？你知道我公司是什么公司？我是 ISO 22000的公司。我为什么去用 ISO 22000？我为什么不用 GMP？ 因为 GMP 骗人的。你在台湾，你在台湾现在生产是什么？金牌奖，我的产品叫金牌奖。对啊，以前38000，现在是84000。所以台湾从头到尾都是一群骗子。GMP 本身就是卫生，这种在骗人的。你所以为什么不愿意？我愿宁愿用华博的 ISO 22000。好，我用华博 ISO 22000过滤出来。我以前买姜粉，买来包装就是卖。我开始用 ISO 22000的时候，一买回来我要检查一个礼拜，一检查。根本连进到工厂就不能进去，大肠杆菌、霉菌、生菌素什么菌都超标。我一直退，还有3家在做姜粉的，我一直退，后来不卖给我了。我们员工老板他不卖给我，我就跑去嘉义、台南还有伯利3家工厂，问他为什么不卖。但我到工厂去看一下，啊，傻眼，那气氛哪样走？原来台南气氛是。姜母加食迄泡，伫咧边啊，一大堆啊，搭摕大埕，今仔日下足好啊吼，做甲做铺路吼，姜母泡吼，啪啪的，即摆我上请人讲吼，请个白啊吼，去放晒，去本所放晒都肯定顶好大安尼啊，有没有大肠杆菌？有。我讲头家，你这样做不对，你应该用白铁的。经常要盖用玻璃罩盖起来，今天压出来的姜，马上要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中间有落尘嘛。你讲这个很好，我为什么叫你吃姜？因为姜里面有个东西叫姜醇，姜醇，姜醇，女人都喝姜水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女人妇科疾病根本就不会有，根本就不会有，因为你喝姜的话，姜本身。它会提高你0.5到0.7度，人的温度一提高，任何坏细菌在你体内，因为坏细菌在体内是低于那个温度，它会滋生，整个环境一直在污染，因为环境一三 C 产业以后，整个科技越发展，那个温度，那个环境越来越污染，你的身体一定要怎样，温度要提高，才可以打菌了，所以姜，我很赞成。所以我跟他的台北那边的那些那个盐师点那边的，他们的姜母都跟谁拿的？都是来靠的。哦。一次就帮100罐，我做好回五回。哦。因为我怎么做？无法度啊！我去买进口，我严要求啊，根本不是100%。他怎样？姜母酱掺玉米淀粉去喷雾造粒，也不是全的。你怎样自己做？啊，因遐介绍袂啊，我怎啊去互家己做？我家己做，我算什么奈何？肉食很多，我兼无尘室，我开一间装潢3-4百万，哪里爱碎碎碎爱盐，迄个钙离子粉去泡，我怎么浓油爱煮面食，用大陆爱全部武装。就说很切，都来烘，啊，都加粉，我算什么？我120公斤，剩十公斤，做做他们刚算什么？豆汤。我去年卖卖了，弄豆汤钱。豆汤，一定要豆汤。啊，到尾想就讲买做，啊买做啊，
你台北那个也是人家就这样，也是我的学生。老师，你袂使无做，我教你会根本上好啊。我变安怎？我好啊。无啦，有提高淡薄啦。我只要算讲，卖了钱就好啊，反正会当救人。老师，一斤啊，十斤的斤完的讲啊吼，会不会有事？长期啊，就是刚从长金那回来，就是说一个人，一个人一天吃。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了，就是说一天吃十斤，是的。你大伯今麦够，就是你大了够，讲个十斤。一起混啦，一起用农家的，熬要熬农家的汤。到边熬做一碗汤。对，大静脉那无所谓。那你说那个也融到这样的时候，你假如有重病的，我或许我会接受。一般人，我比较不会接受这样。哦，一般人我讲不要的。但你讲，你十斤啊，我一斤一斤里面拎落去，他几毛的钱，我的钢，值不值得你这样做？我问你，你值不值得你这样做？